AK 跟我 PK， 爆破战队特效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条哥。今天一上号，天美就免费送了我一把激光短刃巧克力。天美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咋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的呢？话不多说了，咱们就来打一把刀战啊，来测试一下这个刀究竟如何呢？玩个什么地图呢？玩，哎呀，就随机吧，好吧，随机吧，出什么地图算什么地图吧。我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我是万能、全能、唯一无敌和王者。看我如何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天美给他干蒙圈啊！就这个激光短刃，哎，他，哎，我的天，还挺厉害。哎 ，Wedge， 第一个死的咱们是，哦嘿，哦嘿，单杀。双杀，三杀，嘿，四杀，我就一直左键嘛，朋友们，左键就 OK。其实左键爆头，看到没有？左键爆头，这爆头了，打中头了，嘿，这个刀的速度是很快的了，速度很快，但是、范围太小了，它也是个巧克力，双杀。左键一刀70，妈呀，太脏了！咋着了？三杀！我去，天哪，全是残血！大家看到没有？打了两个72，我醉了，把他们全给搞残废了已经。星星 get 的基因，我在看你直播，别闹了，哥们儿，你在看我直播？我天哪，我都没有开直播，你还在看我直播？我真是醉了！打他屁股，快点！还，哎呀，4杀，哈哈哈哈，原地跳真变态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原地跳真变态，真的，我刚刚那个原地跳把他们那个位置卡的呀，我去，别闹，我们这边怎么这么垃圾，朋友们，太夸张了吧？大家快看，人家都杀30个了，咱们这边还是那么一点点，真垃圾。我去，3个72，关注你了，不是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哥们儿，你能不能好好玩游戏的？我问你一下。能不能好好玩游戏了？我就问你一下，一直在那打字浪费时间啊！不杀人，我去，13-9，天哪！我们这边都是什么鬼？什么鬼？都不好好玩。虽然说是个匹配，但也不能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拿小刀还杀了13个人，可见这个刀啊很好玩，适合那种身法类型的人啊，会身法会走位的人。不适合我，我喜欢用人民币碾压。好了，废话就不再多说了，这期就到这里吧。打的实在是太难受了。而且我们还是全场 ACE， 拜拜，咱们下回再见。